今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万虚金体。生这万虚境地的十万妖灵，无一不是你炼化成魔的牺牲品。就算我神行居民，都不可能嫁与你为妻。万虚境地我为主宰，严哥你终究是我的。朱颜姐，你身上这赤红光石，龙若烟。居然打破了九黎炼妖壶到我元丹，你区区几百年的灵力就不怕魂飞魄散吗？以我元神换你半身妖力值得。姐姐，这元丹妖力极强，你若控制它，自己也会被反噬的。你我一世姐妹，我应护你周全。找死！就算你到了元丹，你也走不出这万虚的尽头。姐姐，我要使你美人皮，抽你美人骨，我要你生生世世化为丑陋枯枝。若烟姐盗走炎无神的元丹，排除了万虚境地，我也要想办法逃出去。没事吧，子莹？这寻灵之靠我们一己之力根本就无法炼化的，需要我们草木姐妹齐心协力啊！纵使打开结界，这草木姐妹众多，如何逃离炎无神的魔爪？你这是何意？若烟不是一个人出了结界吗？可如果不能跟我们草木姐妹一起，严哥，你的眉心为何会出现花钿？气息，化成仙子。
你没事吧？世间纵有万绝十子，却没有一句能形容仙子的绝色容颜。你这凡人，出言竟如此轻薄。哎，等一下，总得问清楚再说。这云湖是我们所设的幻境，从外界看来虚无缥缈。你是怎么闯进来的？啊，在下唐突。我随着画卷而来，仙子跟画中人长得一模一样。这画哪来的？吕祖所赐。这头上的花钿，这花钿是我刚刚画上去的。一方神笔画万物，如何自持？全凭本心。世间万物因缘际会，今日你得神笔画卷，自有玄机。多谢吕祖，可弟子如今冤屈不明，不敢思虑美人。天数地数。这美人虽灵动，但缺上一笔。难道这神笔真的能画我成神？我的画！妖孽，你二人已犯下天规，今日切莫错上加错。错又何妨？若没有他，这青山绿水于我而言，不过是岁月混沌，一气氤氲罢了。时辰已到。仙子，仙子，是你。仙子认识我？不是
谁能想到你们草木精灵竟能绣出如此绝色的美人皮，毫不逊色于我。严哥到底在哪里？君上，我听说呀，这草木精灵皆为女子，真身本是枯枝，她们修炼百年只为一张美人皮，而且草木多灾，能到百年者极为不易，所以呀。好，那我就将他们的美人皮一个一个的揭掉。好呀，看看你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。好呀好呀。这张美人皮想必费了不少修为吧，如果被揭掉了的话，真是可惜呀、啊。怎么说，严哥被一凡人男子带走了？我正问虚之境，凡人是如何进来的？我只知道那凡人手持一张画卷，就将严哥带走了。接着说。我们发现这结界是以天地精华所铸，而草木精灵就以吸收天地精华为根本来修炼，所以只要炼化寻灵芝与结界相融，即可冲破结界。这么说连你们都能冲破这结界呀？寻灵芝是草木界圣物，虽然可以集众人之力一起炼化，但只有灵力300年以上的精灵才能操控。树灵现，万物皆有答案，问者何人？草木界精灵严哥，所问何事？我想知道草木界精灵董若烟是否在人间？尚在。他现在在哪？求树灵指点严哥。严哥，你要记住，这儿非草木灵界，而是人间。人心简单，也复杂，他们需要真相，往往也惧怕真相。惧怕真相。刚才见姑娘树下祈福之姿如幻影一般，就想把它画下来，以便长久观赏。那你觉得我美吗？美人在此，有恐相逢是梦中。天界之上，你曾厌弃我的真实容貌，让我只能换作你的画中人。在凡间，你可否接受真实的我？若不是天宫的仙女，怕只有异界的妖姬才能有如此美貌吧。我就是呀。哦，但
若能得如此清丽的妖姬相伴，也不枉此生啊。你不怕吗？无畏，亦无惧。更何况，仙子倾城容颜。那你把眼睛闭起来。神之火将你的灵力推升至300次，你自可用寻灵之日穿透敌境。但若你不将严哥带回的话，每当子夜时分，你的美人皮就将会被剥掉。是。久闻宫廷画师之中，以陆画师最为风流，今日一见，当真不假。风流才子，绝代佳人，千古良配。哎，公子不要会错意了，听雨轩只卖艺，不卖身。我不要艺，只想和姑娘交心。公子为何如此心急啊？事关在下清白，不得不急。姑娘，得罪了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姑娘莫怕，我只问你，昔日的董妃是不是流落听雨轩？说。此事关乎皇家声誉。听雨轩未被连根拔起，已是格外开恩。我不会给自己招人杀身之祸。你若今天不说，那今天便是杀身之祸。我问你，董妃可曾有什么隐疾？每到子夜时分，董妃便将自己锁在房中，发出哀嚎之声，可却无人敢靠近。果真，董妃早有顽疾。杜九卿，你果然没死。追！九卿，纵你有飞天遁地的本事，你也别想再逃。我可能需要帮你包扎一下。好，没关系。你为何会被人追杀？无能，统统无能！亏你们还以宫廷画师自居，连朕的爱妃十分之一的姿色都没画出来，画的什么东西？陛下息怒，陆画师的画作您还未看呢。
啊！好，好啊，犹如爱妃跃然纸面。陆九卿，朕要重重的赏你。然后呢？听闻我为董妃作画的第二日，那画作之上，董妃的面容便消失了。皇帝认为我是害董妃的妖人，是要捉拿我。董妃无脸人，难道是入烟姐？我一定要查明董妃无脸的真相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那你呢？自从入烟姐跌出了结界，就不知所踪。我必须尽快找到她，返回妖界，救出众姐妹们。你可有方向？今天我已经感知到了若言姐的精魂，她就在人间。你当真是妖？我本是天界的一颗灵合草，受一人以妖之之水滋养了数十载，脱去凡胎化为人形。可那人私自动用妖之之水被发现，被贬入了凡间。我为了救他，打伤了仙官，自此失去了仙力，被贬入了万虚金地，和草木精灵一起同修，可所修之力皆是妖力。经本角色，若换作是我，也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可他所见并不是真正的，只是他心爱之人的替代品而已。今日听四路仙官聊起人间之事，颇为有趣。百姓男婚女嫁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不似这仙界饮甘泉断情爱，心中毫无涟漪，不过是空荡虚无混沌那日罢。若我能修得绝世容颜，陪在你身边就好了。只可惜草木修为，即便修炼成人，也是貌若无影。仙官于数百年前曾有一意中人，但是归生混沌之中。你途中所画的美人是他吗？那后来呢？你是如何从灵和草变成这副模样的？自此之后，我就潜心修炼，终于幻化成了人形。可我本是枯槁草木，所以脸上始终丑陋不堪。那他可曾见过你那副容貌？仙官留步。你掉了画卷。多谢。他惧怕我的真实容貌，于是我就幻化成画中的心爱之人的模样，与他相处了三日。若真爱一人，真的甘愿成为他人的替代品吗？甘之如饴，也心如刀绞。那三日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日子，也是最痛苦的日子。若那日那副枯槁之木是我的真实容颜，你会介意吗？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，
父亲相照着未知之息，如今我们已经推心置腹，我又怎会怕你呢？你真的不介意，不惧怕世人的目光？可能需要些时日，若那是你的真实容颜，我便自毁容颜，这样我们不就相配了？你真的还要找他？可这人间数十载，或许他已经娶妻生子，又或者他魂归故里，就算如此，你还要找他？九七，我已经找到你。怎么变化真身了？严哥，你真跟这个凡人在一起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严武神找不到你跟若燕，便将姐妹们的人皮尽数窃取。子英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已经闻到若燕姐的气息了，她就在人间。我只要找到若燕姐，毁了妖丹，我就能救出姐妹。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了吗？总之，我会继续追查的。你真为了这个凡人不回妖界了吗？你在做梦？我在做梦。我在做梦。出了何事啊？昨夜听你宣的，阿瑶姑娘被剥去了脸皮，那死相啊，很是凄惨呐、啊！快快快走，快走！怎么了，严哥？告诉我，阿瑶的人皮不是你剥的。你认为是我？我曾在古书上见过，妖类以人皮换己身，来永葆清纯容貌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和那些妖类没有区别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在乎你的样貌，但是你不要骗我呀。昨晚那不是梦吧？究竟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但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，我董飞无脸爱人皮、姐姐的气息，严哥，
谢谢君上赐我这张脸皮。如何？虽然现在还没找到他，但世人已经相信董若烟就是夺人面的无脸妖，无论谁抓住他，他都难逃一死。待到那时，君上的元丹自会回归本体。元哥还跟那凡人男子在一起吗？昨夜之事，相信那陆九卿已不再信任严哥了。世间草木皆无情，君上何苦为了严哥如此大费周章？我是这万虚之王，我要一切不过严哥。奇怪，人怎么没有了？生死墓。这是何物啊？寻灵芝。我们草木界的圣物，只要对方的魂石尚在，我就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，亦可听到他的声音。那现在这是寻灵芝移动，说明若言姐姐就在附近。可是好奇怪，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她的气息呢？这里是个结界。洛长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我们以前同是宫廷画师。你身上怎么会有我姐姐的气息？是你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。怎么会有五方物件？这些东西貌似并不是奇珍异宝，只是些寻常之物。这是董妃生前常用之物。看来你们这皇帝对董妃也是情深意重啊。皇帝薄情，你个妖老岂能知晓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？我一直跟踪陆九卿，所以你一出现我就在。那么你把我们引到这里来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当日我费尽心思找到生死墓，可来到此地才发现这里被天师设下结界，我无法进入。我知道你与董妃无脸之事相关，一定会查明真相，所以我想与你联手。在跟踪你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位姑娘，我知道她不是凡人，也许你们能打开生死墓这个结界。严哥，九卿，九卿，九卿！
何人打扰董妃安宁？在下陆九卿无意打扰，只是身负冤屈，不得不前来探究真相，若有冒犯还请阁下谅解。自古帝王之多情，他怎会真心对你？情之所钟并无缘由，只有心甘情愿而已。我愿意等，等到你为我心甘情愿之日。此时此刻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此身此心，若年前唯一所向之人。九卿，你爱谁我就是谁，可我仍旧抱着一丝幻想，希望你能接受真正的。Thank you.
姑娘，你们是谁啊？我们只知道是来侍奉董妃，被押解到这里。刚开始使用这里的祭品，到后来就没有了记忆。果然是陪葬女。走，快走，走走走，快走。莹哥，举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是谁？被控制思想的陪葬女。找到董妃了吗？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这五方物品之上。那是不是只要找到董妃生前的物品，代表着董妃的真情爱意，就能找到姐姐？金缕凤衣。如烟，如烟，哎，为何会如此啊？天师遵从皇帝的选择，布下偃月阵。这九九八十一日的日月精华，是为了化解董妃身体的邪祟。我以为这只是皇帝为了囚禁董妃的一个借口而已。可是阵法已破，董妃为何还是没有人皮？或许是姐姐的美人皮被妖丹吞噬了，妖丹消失了，姐姐的脸皮也就消失了。天意啊，是天意，让董妃留在我身边。云哥，我们姐姐出去等吧，走走。竟将我的元丹炼化虚无，
没有元丹，居上将损半身灵力。什么？你要回去杀炎无神？当日炎无神屠戮生灵，还要强娶炎哥为妻，我和炎哥现在虽已逃出了万虚境地，可他一定会将其他姐妹们化为灰烬来泄愤的。可万一他发现你，他会杀了你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炎哥会恨我一辈子。当日我以元神献祭，打破了九黎炼妖壶，才盗取了炎无神的妖丹，就算他不杀我，妖丹消失，我也会如空空皮囊一般，迟早会烟消云散。可是陆画师，我来找你是为了让你能给我画上一张与炎哥同样的人皮，只有这样我才能接近炎无神。若我能在灰飞烟灭前杀死炎无神，救了其他姐妹，我虽死无憾。陆画师，此刻我与炎哥的容貌相同，你还分得清吗？那是自然。那你会不会因此对我有所情意呢？君子坦荡，容貌虽同，但并无他情。在人间看见了世态炎凉，思前想后，觉得得到大王的宠爱才是最幸福的。这一次我回来是真心实意的要与大王成婚的，成为大王永远的妖后。哦，那你还不以真面目示人吗？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陆若言，你回我元丹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挣扎只会让你形神俱灭。九卿，我回客栈都没有找到你跟姐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姐姐呢？她回去了。回哪里去了？万虚禁地，把美人图给我，我不能让姐姐一个人去送死。你现在回去也救不了她。但怎么样，我都不能让姐姐替我去送死。给我！我不给你，我不要你回去。
言哥。严哥，我知道若言是骗我去帮他采药，他是不是已经回到妖界了？我不服从他们，我就会跟其他姐妹一样，失去多年修炼得来的脸皮。只为了这张美人皮，草木修炼，由枯到柔，由丑陋到貌美，何其不易！若丑陋，便受人欺凌、鄙夷；若貌美，便受人爱戴。这人间妖界无不是以貌待人，空泛皮囊，纵是美丽又有何用？若你没有这皮囊，你用真身去面对那凡人，你也心存惧怕，怕他会无法接受。他不会，别轻易笃定人心，你输不起。明日君上大婚，你们把他看好了。是妖界，不是你们凡人该来的地方。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去找若烟。
若烟，长风，若烟，我来救你。这里很危险，你赶快离开。长风，你不要管我，我即将灰飞烟灭，你不要为了我伤害自己的性命，你快走啊，快走！就算到生命最后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长风，长风，你快走！从来都是属于草木锦。九卿，九卿，你就是那个让严哥倾心的凡人啊。今日我一定要带严哥走。原来吕祖的神笔在你这里啊。想当年吕祖就用这神笔将我封印在这万虚境中，想要度化我，可不曾想这几百年来我妖族壮大，这神笔嘛也不过如此。
若烟。若烟。这一次你不必觉得亏欠，是我心甘情愿。若烟，若烟姐，若烟，梦罢了，你该醒醒了。他爱过你的，不过是那张绝世美颜。陆九卿，人间有情是吧？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。爱的到底是谁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是那个星光，这就是我真正的容颜。天界如此，现在亦是如此。你爱的从来不是真正的我。临河岸边，是你用瑶池水浇灌我，你为我入凡间，我为你追妖界。你能不能真心告诉我，有没有厌弃我的真容？我真心的告诉你，我从未厌弃过你的真容。我爱的从来就不是那张美人皮，在我的心里，我只爱你一个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。只是让你一直为此惶恐不安，伤心殆尽，最终是我对不起你。你真的不在意吗？当思美人深藏洞穴，百年之后化为白骨，见过你的草木枯荣，也见过你的绝色倾城，我而言皆是一样，只怪我告诉你太晚。你日日画着美人图，莫非如传闻所言，这曾是你的意中之人？草木枯荣
难以修成绝色容颜。他日日想要的就是一副美人皮，我便画一张送给他，祝他变幻成真。那株灵和草，嗯，我今日见到他竟然有一丝慌乱。如何？纵有缺陷，在我心中是美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执念过深。你是天阶仙官，我因为惧怕错失与你诚心交付的机会，现在你我又是人妖殊途。你二人已犯下天规，今日切莫错上加错。错又何妨？若没有他，这青山绿水于我而言不过是混沌世界，一起氤氲罢了。九青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才不枉我们相爱一场。陆九卿，你本天界画师，与灵和草只有一面之缘，奈何你思动凡心，竟以瑶池仙水助他幻化人形。你二人一段孽缘，终导致今日不得善果。祸非祸，福非福，情缘既定，恩情难消。当日归还你神笔画卷，只为化解这一段孽缘。如今你二人各得其所，一切自归正途。
这结界本就为炎无神所设，如今皆可散去。我们终于自由了，可以离开这个万虚境地了。幸好画师帮我们画了这张美人皮，去到凡间也不会被人惧怕了。姐妹们，即日我们就到人间去看看。每年见你都在这扫落叶。扫得清落叶，扫不净心头尘埃。你准备扫到何时？寿元尽享，日日祈祷，指望他能再世为人。只剩青山。在黄花两口是为一众人之命，偏有遗憾的叹息，心意为你翻涌着涟漪，落笔之间惊动天地。我拂过心痛的痕迹，却还抹不去和你的约定。那年相遇是我未说心意，多想为你把思念道尽。如果爱是无悔痴心，我愿这情意爱恨都随你。那年落雨，雨泪浇回眼底，我等着你再给我回应，是为一众人之命，偏有遗憾的叹息，心意为你翻涌着涟漪，落笔之间惊动天地。我拂过心痛的痕迹，却还抹不去和你的约定。那年相遇是我未说心意，多想为你把思念道尽。如果爱是无悔痴心，我愿这情意爱恨都随你。那年落雨，雨泪浇回眼底，我等着你再给我回应，我等着你再给我回应。